大家好，我是男高音 Wesley Lam。 在今次歌劇《魔笛》里面，我们会有三个故事层次，分别是有 Tamino 和 Tamina 的爱情故事，亦都有 Papageno 和 Papagena 相遇相恋的故事，同时间亦都有 Queen of the Night 夜后和太阳神 Sarastro 斗争的故事。三个故事的层次加上精彩绝伦的音乐，就形成了这套这么美妙的歌劇。大家记住，12月4号、12月5号在屯門大会堂，到时见了。